吴亦凡。天。男的。妈妈怎么叫你？要了。现在认识动物。回锅。最喜欢的动物。动物。最喜欢的动物。小狗。最害怕的动物。蟑螂。喜欢左脸还是右脸？都喜欢，喜欢。你的口头禅是？我喜欢。啊？不对，我的口头禅是。我的头像是呵呵哒呵呵哒呵呵哒。我自己什么时候最帅？都还不错。最满意自己哪个？都满意。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，现在想做什么？打篮球。大三三年级。七。会不会被烦恼？没有。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打篮球。最讨厌人家问你什么问题？你刚刚问的问题。如果自己有一种内功能，你想用？飞。我想飞的更高。非常重要的讲话。I love you, love you。好，成功了吗？我赢了吗？我成功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